开心。我今天晚上决定要去把台北翻过来。打开麦克风，让我们深度的交流一下。大叫蛇丸，没有错，这是我第一次为游戏配音，我相当的兴奋，各位，嗨起来！我刚刚最满意的语音包呢，就是冲啊，引擎发动，听起来特别爽，各位。我最喜欢射击游戏了，我最喜欢看到子弹打进别人身体里面的快感，欲罢不能，各位。如果可以选，你会希望和谁合作语音包呢？本身呢，我希望我可以跟蔡依林合作语音包，因为我非常喜欢蔡依林，我从小就是她的混血。如果有女生在游戏里面对我撒娇，我会不会放过她？我不只会放过她，我还会找到她，我会让她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在这边呢，我要教各位一个绝地求生相当实用的小技巧。如果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不要吝啬，把旁边的队友干掉就对了，舔他的包舔起来。可以蹲呢就不要站，可以趴呢就不要蹲，各位，因为我们趴着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躲在草地里面，敌人就比较不容易看到。来玩绝地求生 M，OK 吧。在这个录音室都不能开冷气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。我提倡每一个房间应该都要18度C。